哎呀，哎呀，哎呀！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啊！你是哪位？他不是。啊，没关系，没关系。开门见财了嘛！来，真假的？你叫咩名啊？我是 Maki。Maki。新年快乐！来，谢谢。但他们会看完，就会。很高兴，金宝看到就很高兴。来，第一位，哎，可以咩？边个啊？另外边度啊？这个德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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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作是一日清晨舞，一日清晨舞的。哎呀，他要讲一个吉祥话。好。你说什么？祝凯哥狗年好运旺旺来。很好，狗年好运旺旺来，好不好？谢谢德咪，非常好。你清晨舞那个剪得很好，因为把我跟清晨舞剪得可以说是难分难舍。真的，一模一样。真的就是没有办法分别，很多网友都说，我真的，他点名，他点名，他说等一下，他原本是不打女生，他说真的，一模一样这句话，这句话不能过，会引起众怒，会引众怒吗？金城武甚至未来有版权的诉讼，他还说，哎呦，真的很像，真的很像。哎，因为我们老板已经快要跑路了，所以不能让他再被告，好不好？不好意思，点名，谢谢点名。点名，我跟你讲，台哥是很大方的人，红包拆开看呢、啊。哎呀，不要，还等一下，不要，先不要，这拆，不好意思，开玩笑，好不好？好，这个从这边再开始，这位是阿星啊，阿星的代表作是《一日暴雪》，暴雪剪刀，配音那一段，堪称2017的经典，没话讲，而且真的是浓缩再浓缩，提炼再提炼，好不好？真的剪得很好。哎，为什么他你还没给他，手上就有红包了？哎，我给他了，你给了，给了，讲一个吉祥话，好不好？祝大家做事十全十美，然后好，好，阿信你继续剪，好不好？而且他的吉祥话跟你本身没有关系，他说我希望大家十全十美，哈哈哈。很好，谢谢阿信。OK， 好吧，辛苦了，好不好？这是比列是吧？比列，谢谢你。比列代表作是我蛮多的，物流也是他剪的，然后。那个自来水的特效也是他上的，真的。然后，都是你这。你心里面最喜欢的是哪一只？你自己讲好了。科农。一日科农是你最爱的，点阅率即将百万。而且我要跟大家讲的，比列是因为他是我的粉丝，然后他就投身到这个粉丝。他说比列他是我的粉丝，他说哈，是这样子，对，他是我的粉丝，他才投履历过来，说一定要来我们这里。你从哪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开始看台哥的作品？是看台哥的什么？这样讲。对。看什么？我看蛮多的耶。比如说。都是一日啊。对对。以前都没看过我的作品。不是、啊，一日很厉害是。比列才几岁啊？他才几岁？你几岁？15岁。我们15岁就在剪接。我们做大档的时候，他还没出生。对。你看了多？你有看过连环炮这个节目吗？他连听都没有听过，好不好？谢谢。讲一句吉祥话是什么？狗年亨通。狗年亨通，好。他说狗年想通了，享受的想。享受想。谢谢台哥。享受的想，那是可能是家君会写。狗年想通，他想通了。OK， 他懂了。家君没有那么烂，好不好？家君没有那么烂，好吗？好。等下我要阿 K， 我叫阿 K 过来。OK， 你自己撸过来，因为我们不想走过去。为什么？我可以吗？可以吗 ？OK， 的代表作很多。OK 代表作有这个是，我觉得一日刑警开始。一日刑警。Stand up。一日刑警。OK 是很棒，他是也是很好。那个 GQ 也是 OK 剪的，然后。这样子。自来水的初剪也是 OK 剪的。也是 OK。然后还有什么热成器？一方水果茶，哎我经典。都是你。剪了不少，谢谢。好，然后这个吉祥话是什么？祝台哥好狗运。息怒，大哥息怒。哎，没有没有，他讲的不错，讲的很好，很好。谁不想有个好狗运？而且祝福很少有三个字，祝福大哥好狗运。你说祝福大哥好狗运来，这样好了，好不好？好狗运来，希望你可以过得好狗运的一年。好狗来不来？就这样。请问好狗来不来？好。官人，官人，啊，官人，好，谢谢阿姐。OK， 好不好？来个这个，要跳一个。哎呦，这个新同事，这位是，哎，我是新来的。
哎呦，你很认真，拿去，客气，这收下，收下，哎，今天到这边告一段落了，好，谢谢大家，是这样的，哎，我来帮你发好了，不好意思，谢谢。 狗年行大运，狗年行大运，来富狗来旺，好，狗年富，狗年吃更好，狗年吃更好，好好，狗年吃西沙，好不好？谢谢，哎，我看有这样碰到一下，真的假的？你碰到一下，哪里？手这边这样撞到，哈哈哈哈。而且我刚好在做年的那个堤法爱你哦，不多说了啦，两份，好不好？好不好？太偏心，请拿个三分，会嫉妒啦，不是。 我等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太薄，想拿后一点。对啊，白箱最起码都是你面都是废纸。对，一些发票什么的。谢谢。等一下啦，小年夜他来这边跟我们一起奋斗，很感动。真的很感动，谢谢。哎，感动归感动，而且我刚刚发现一件事情。怎么了？你刚快要抱到他的时候，有为的，他发出一个惨叫。每天都有，对，因为他救不了，所以救别人去救，然后我就出手了。 我怎么每一个人都会叫？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好不好？啊，辛苦了，谢谢洋洋，一年辛苦了。大家新年快乐！好，咚咚咚锵。这位是，在干什么啊？啊，新同事。嘿，温温也来了。对，但是我今天不是温温。你今天是谁？我是小胖达。 什么意思？你会胖达的助理小胖达，这样子，你让你这只手先放在胖达这里一下。哦，哎，胖达头，胖达，真是信口，不行啊，被打，这也是信口。然后你这样，你这是手放，你这种，不行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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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胖达了，不行啊，即将化，即将化，好的，嗯，祝大家狗年旺旺，身体壮壮，哎呦，还不错哎，对，好，有梗有。 那没有，还没讲完啊。还有什么？希望大家新的一年呢都不要因为狗年要祝贺的关系变成台湾狗语。是什么意思？因为大家都什么狗兰如此啊，狗鸡巴兰。不能讲，消音那段重播，那段重录开始开一个那段。你们今天为什么穿的跟泱泱一样？我们没有约好哦，没有约好，这样子。 这样子，对，狗，就希望大家不要台湾狗语，高喜发财。那你们两个送给今天小年夜，不，今年除夕还观看我们节目的观众一个礼物，你们两个就抱在一起跟观众拜个年吧。好，抱在一起吗？这样子，没有，他，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希望大家新的一年狗来富狗来旺，狗年有够正。哎呦，不错哎，好，可以，你知道我现在做的这个动作有多少人感谢我吗？我的福报积得有多快吗？怎么说？他们说谢谢是蛮香，我真的好感谢你，我今年就靠这个过，我就很感动。没有，你不用，你不用，勾勾勾，你不用，你真的不用，没有。哎，我是财神爷，他这样掉了，掉了，掉了。阿公，那
假摔一下。对，好，谢谢两位啊，好的，但是有点歪。2017真的辛苦你们了，好不好？真的是这样。好的，胖打胖打，胖打胖打，快点！哎呦，这个厉害，胖打胖打，这个胖打没有代表作，他的人生代表作就是木曜四超玩，因为每一只几乎都是他捡的。谢谢胖打，谢谢丹尼。吉祥话是。台湾贼狗，你才说不要叫做台湾国语。万事如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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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事如意。他的国语真是好，我操！还有一个国语已经超越他。等一下，那个重头戏我们先等一下，我们先多留点时间在胖达身上。胖达，你捡过这么多只木曜的东西，你印象中、你心目中，你觉得最推的是哪一只？你内心台铁。台铁太经典，成长。但是他今天自己的高峰就要由自己超越。对，他今天捡了一个一日捷运，据说是毕生巨作。巨作，而且说是巨作中的巨作，好不好？你们会舍不得把它看完？我根本舍不得看，还是不播了。这种就尘封，还是我们就算了，舍不得看。
好，而且大家都知道胖达是百分百的温妮铁粉，他今天算是圆梦。对，温妮家的身份。那我问你，温妮铁粉，台哥铁粉，温妮。好，所以我连断，我连问都不要问，连讲梗的权利都没有，他把你中断。就这样，所以简，哎，温妮他的最新代表叫什么？猪排大师。猪排大师跟捷运猪排。OK 了，而且那支影片里面只要有温妮，速度会提升三倍。OK， 他会想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他就一直看，哦，然后就把它剪了。是你，他每天都要这样。谢谢胖达，真的谢谢胖达辛苦了，胖达辛苦了，好不好？因为胖达，我会唱《爱情列车长》，真的吗？就是那个泡泡的歌。爱情列车长，嘿，爱情列车长。好，海哥，阿公还有一位非常紧张。这位厉害了，算是他的国文台柱，他的国文的程度啊，非常之好，已经超越，非常之优秀，国文程度已经超越，超越五经中外，五经中外，好不好？绝无仅有，绝无仅有，硕果有一家。我想跟你商借一点资金啊，怎么样？就是商借，就是去商借拿资金。商借是什么意思？商借，我想跟 你商量借一点，商量借，借借他借什么？他写界限的界，这是相当屌。不是谁？谁？那個、不是他，不是他，这个人一定要查出来是谁。我们要抓出来这个人是谁，来，好不好？家军，陈家军，谢谢家军，谢谢家军，辛苦。这个讲一个吉祥话来，恭喜恭喜，好不好？祝台哥狗年兴旺，狗年兴旺，狗年兴旺已经是他出过最好的一个成语，最好的，还是再一个，再一个，再一个成语，鸡犬升天，希望台哥鸡犬升天。这个好，他没有说台哥祝福你2018一定会苟延残喘，他没有讲，这已经很好。他没有说祝你明天往生，祝你呸飞狗跳，喂喂喂，好了，恭喜恭喜恭喜，他讲完了，谢谢，他刚才讲，我们在笑。家军认为自己剪的最具代表作的是哪一支？你最喜欢的哪一支？渔夫啊，你喜欢渔夫啊？那集没有台哥哎，有啊。比较少了，他们很喜欢，都是我比较少的画面。他应该是对于吃蟑螂吓到他，他觉得太辛苦了，很屌。那第二喜欢的是什么 ？IKEA 是我们一期的经典。他其实他讲的东西都潜藏了里面有 key 的，真的，我懂，真的哎，我懂。我们再问他第三喜欢，他第三喜欢也有 key 的，就事情就成了，所以他不太想接。第三喜欢，我是想想没有台哥。哎，总之还是谢谢家军，真的每天都是一季耶，尤其是我那时候看到他生病，他还这样子一直剪，然后戴着口罩，我觉得很感动。他就是一届逢高忌鬼，逢高忌鬼，对。请问逢高忌鬼四个字？逢高忌鬼四个字，只要讲出一个字，再加一包，就算对。再讲出一个字，再加一包。逢高忌鬼。坟就是坟墓的坟，漂亮，答对，答对，全部给你，都拿走，都拿走了，漂亮，等等等，嘿，等等等，小嘿，官人我不管了，我不要，我不管了，真的我不管了，噔噔噔噔锵，哎，噔噔噔噔锵，哎，真系招财进宝啊！哎呀，恭喜发财啦嘛！粉高忌鬼，好嘅，好吧，好啦，谢谢谢谢，那你留着吧。好，留着，好痛啊！真的留着。这里面都有一些秘密在这个里面，大家要注意看。这样子，他们可能都没有拆开来。要拆了吗？要拆了吗？那我们先从这样好。我是这样的。要不要拆一下你的？他们两个刚刚出来已经回娘家了，已经在聊天。真的，你看一下他的红包。大江，台哥一年看你辛苦，台哥给你的金额看一下。OK， 不得了。哎，颤抖。他说：“哎，这个是什么？”哎，新枝条。哦，哎，打开来，打开看吗？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木曜四超王福志源新年红包抵用券，手头太紧，发达后兑换。发达券，你怎么会讲出这种无理取闹的梗啊？这是我讲，我会是这样的人吗？那不然会是怎么样？差不多跟这个也是。啊，你也是发达券啊？这是大奖还是小？真的是大奖。大奖中的大奖。当然。所以如果我以后发达了，然后想要开一家店，对，那我想要开一家早午餐，那我不够100万，不够，这样子可以用这个兑换，就来兑换。台哥就会说。我支持你那100万，但我这个年过年需要300万。那要先给14万吗？
对，我们在想。哎、欸，你怎么知道？汉堡的梗。对，我们要汉堡的梗，你知道？要投资啊。没有了，其实因为今天临时要录这一段，来不及。周转不灵。其实不是，我早就已经都跟银行都打了。钱不灵在家里。啊？先送2000块钱过来、啊。那我只想知道一件事。你说说。你说。有有效期限吗？哎、欸，隔日作废。啊！不要。家具，你看你的。你该不会一整叠都这个吧？难怪。一整包都是这个。怎么办？这什么？那有还有大的？是什么？是纸比较大。你也是，你也是台智远，因为它还有明谢惠顾。还有什么？还有什么？看一下。会不会改成？家具整个人崩溃。哦，这种有不一样吗？有不一样的，有有的的有。为什么？木曜四沙丸福志源野人火锅，2000元抵用券。野人火锅抵用券。这个还不错。可是这是 Kid 哥的包的吧 ？Kid 有答应吗？啊 ？Kid 有答应吗？即日就可兑换，现在就可以去。你帮他答应的。我帮他答应。那如果他们待会有这点，2000块可以店里面，然后说，对不对？小姐，我要换这个。他会不会被轰出去？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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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定会。哎、欸，那你里面搞不好这样加起来10000块火锅可以吃嘞，然后拿去吃到手软。好像还不错，比这个比这个好不好？那个好。暂时先发一个红包，大家先讨个利是嘛，吉利啊好不好。等一下，当然是我们这个录影是小年夜嘛。嗯。小年夜录完以后，等一下我们会发正式的红包。台哥会在真正私底下给，因为 他那个都很厚。在荧幕前面这样露出，他怕社会大众会误解，以为他赚很多，他不想这样。对，其实他是把他家里面能卖的啊，铜条、金条都卖一卖。我最近都是骑脚踏车上班。真假的？真的。你那台已经卖了？已经卖了。那台卖了可以包蛮多的。包不错。至少纸片公司应该应该都包完。过了大好年，好不好？我在这边也是要。下次早点卖，不要让我们苦这么久。嗯，这样。还有另外一台也卖，我知道你有2台。这样子。对。然后那些都卖一卖啊。好吧，但是我跟你讲，真的刚刚有拿到红包的。都可以来兑换，真的吗？因为我刚刚有些人我不是太清楚他们是谁，所以等真的是可以来兑换，真的。真的吗？都是火锅圈。哎呀，这是野人火锅，野人火锅吃到野人火锅吃到饱，他会不会就吃一世吃到倒？吃一世人火锅圈。你知道我央现在干嘛吗？帮我扶住，他在叫我打你，什么意思？他帮你扶住帽子，因为他叫我打你，怕帽子不见，好不好？好了，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不好？我休息一下。今天是过年啊，因为现在大家都边吃饭边看我们的嘛。对 对, 對。他们边吃饭，人家说什么东西最下饭，你知道吗？就是看一日系列最下饭、嗯。不啰嗦了啦，好不好？前面开头开那么长，就是为了要看一日系列啦。那你今天陪观众朋友一起看好不好？我们先除系列的时候陪大家看这个一日系列，这个捷运，好不好？一日捷运。我跟你说有多特别、欸，我们今天在一日系列的作者身边。跟着他，我们四个人、欸、一起看。哎、欸，作者人，哎、欸，作者人呢？你们蹲什么蹲呢、啊？黄导来，黄导，等一下，那个温温会坐在你的腿上。好啊。哈哈哈哈哈！太快了，我还来不及处罚这个，他说好啊，可能要处罚他。我还没讲完，温温坐在他腿上，然后我抱着洋洋看。有人说。我不录了，不录了，镜头摔破。没有，他是忧郁了，我不录了。对对对，不录。哎、欸，那个梗真的，高深高深，下次真的先变幻莫测。他说我不录，我一开始还不懂，后来我转过去说，一阵寒流侵袭而来。对对对，寒流还没过，真的还没激动人，激动人，激动人。哎，两位忧郁症，两位忧郁症，两位。好了好了，哎、欸，就这样子了。我们四个人一起看，不啰嗦了，来这边坐喽，来这边请。好的。来请你来。直接吗？放了，直接了，我靠！我们这个没有剪接，对不对？没办法顺，没有办法顺啊！哎，有声音就可以接出来啊！我用的是直播。哎，放了已经接了声音出来了，放了好贴心哦！我的天哪！哎，那你可不可以买一点吃的？对啊，想吃点东西。你想吃点什么呢？卤味啊什么的，卤味、啊、对，小年夜不好买，卤味什么的哪有？哎，你看一下胖达，胖达都没有卤味，他能剪吗？洋芋片可以吗？我、哦、洋芋片不可以。对，他给你做洋芋片，真的不行。胖达，你喜欢吃什么啊？牛排，胖达喜欢吃牛排，牛排是吧？哦，那就没有了，牛排就不行了。哎，我再拉给你几个台哥。哎，这边，这个两个两个，我还会自我马赛克一下。那个潘懒坐中间。对。啊，不要，不要。不，你要坐，你会在你旁边。你要指挥。别担心。对。好不好？
哎哎，我可不可以把这个帽子拿掉？有点热，是不是？哎，好啊，好啊，好吧。哎呦，哇，你帽子脱掉好像那个谁哦。哇，台哥，台哥，你这样在干嘛？台哥，你像那个谁？财神耶！真的好可爱。唐塔瞬间要发红包了。噔噔噔噔噔，好了吗？开始了，开始了。台哥，来，你跟镜头说一下。哎，各位，看，我们现在要看一日捷运，请看。我还不去好莱坞。流汗，流汗，你也不用这样跟着补，好不好？因为现在冬天不容易出汗，我怕水不够。而且冬天你们每个人裹得跟粽这样，你每个人穿成这样。而且你今天的造型很像一个人，你有发现吗？有点像任贤齐，因为你这边长了一个。只要你，我是一只鱼。我想问你，我们今天是要来体验一日台北捷运，弄这个梗干什么？我想说机会很难。干什么？平常很少看到西电的捷运，因为它西电，它是原因很简单。大保养，30,000公里大保养一次。你这个题开的非常好，观众会很好奇说，到底像捷运这种车厢，它一天对它多久的时间要保养一次？对，就利用今天这个机会跟大家讲。你看我这冷气所有的设备哦，这边全部都拆下来，刷得干干净净。大哥，我跟你讲，一般来讲拍捷运对不对？哎，我有点冷。小胖去买那个毛巾是买到哪里？他回来了，他回来了。拿过来，去买一个毛巾，然后你拿在旁边，我全湿透了，拿在旁边干嘛？他怕影响我们的戏。这个是小胖去商品的时候拿的，希望你喜欢。我跟你讲，现在我们立刻就爆炸。来，你现在很好奇是学长还是学姐？对，我跟你讲，学长，这样子，哎，学给他好了。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啊，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台北捷运的心脏地带。每一天呢，最少有38辆的车次要进来这边维修保养。这个呢，北投的机场可以说是这个全台北最大的一个机场。我今天要欢迎一位学姐。哦，我原本以为就是学长，啊，想不到他们竟然安排一位学姐。那就对了。屁的，抱歉，福利总是随时发生的。不好意思，欢迎。您好，您好，您好，请问您贵姓？我姓唐，唐朝的唐。唐朝的唐，小名叫唐唐吗？唐唐学姐，请问一下，您负责在捷运里面做些什么样的工作？我其实主要是面对媒体，面对媒体，对公关部门，对，我是相当，所以你也擅长处理我们的对对对。Okay. 您在这个单位里面工作，你觉得辛苦吗？很辛苦。我真的哈、哦。对，因为我们需要日夜轮班，因为
为其实捷运站它虽然平常只有白天或是晚上营，可是它夜间还有一些维修跟保养的工作。那多久保养一次这个车？不一定，因为我们有很多排程，可能有半年、一年，或是一个月，或是两周这样子。哦，两周就那每天回来也要稍微看一下洗车啊，什么都需要。洗车也是每天。不得了，而且我在台铁已经有洗车的经验。如果你们这边缺洗车的话，我也可以。我跟你讲，学姐有一个技能很厉害，说就是跟你越聊离得越远，这样子，因为要远离危险。不用，今天一整天就靠学姐照料你。第一项是什么？学姐你说说看。第一项是车辆维修。第一项就要来维修了。请问台北捷运有没有在卖便当？没有。如果有没有？不像台铁。哦，请问有没有在营业什么零食什么？不能吃东西。捷运不能吃东西。对。对，捷运不能吃东西。我听说捷运好像连水都不能喝。对。我们要呼吁一下我们的这些朋友们，进站以后水都不能喝。其实我在感觉上捷运上最贴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有身障的朋友在上车的时候，他就会通知站务员说有身障朋友上车，或视障朋友，真的就扶他上车，然后帮他安置好以后，并且他下车的时候，他还会通知下一站的站务人员来接他。太棒了，这个简直是 I'm so proud of 台北耶，好不好？所以我现在要去，学姐现在要引荐一位带引你维修捷运的一个学长，你就觉得节奏有点快，为什么那么快？你先帮大家想问的问题问掉，你就可以。请学长，学姐单身吗？我一看就不是单身。学姐单身吗？没有，滚。好，我们欢迎学长。欢迎学长。维修的学长。学长在中间。学长，请问，你不要让学长处于一个尴尬的状态。学长说，我是往前，他就手就这样直接这样。学长贵姓？李。李学长，所以李学长其实是一个宅男吗？够够尊重点哦，是不是？哎，没有，宅男是你，没有。你知道我请问一下，你有没有看我们节目？一看就知道有看我们节目。干什么东西？所以在这个机械维修当中呢，你觉得这个最辛苦？大保养。大保养，大保养大概多久一次？一年。大保养的时间会多久？一周。一周来做一列车。一列车。你大概从每年的哪一个时间开始要进行做大保养的准备？其实每个月都会有排到每一列车的大保养，所以你是每一天都在做大保养，真气！这话搭配你的笑容，听起来就觉得有一点。我是说，他是保养的很好。他等一下可以跟小胖聊一下，那小胖也是每天都做。我不想知道。所以其实在配，你要搞得我都不知道问什么。那小保养是多久？天，对啊，每天都在保养，每天都在保养，所以你就一直在保养，怪不得你天天都。现在我们开始保养。在这之前呢，我请学姐把制服穿上。哟，制服证，这是一个荣誉。是。看到没有，台北捷运，我们保养区。什么叫我们保养区？你要去哪里？随便，没问题，不痛，因为我有安全帽。哎呦，很猛！我现在请学长带你就上岗位了，而且学长好像有些装备要给你。学长，请。好，学长，我想请问一下，你确定你是宅男吗？陈世瑞，你还好意思讲他？哎，因为他跟我儿子，于丞相，你好意思讲他？跟我儿子很像。好，学长，我有什么东西要拿？车轮量测的工具要拿。这项也是车轮量的，对，所以我们现在要去量测车轮。对，海哥，刚刚学长透露那个轮子啊，几乎是厘米就不行，他几乎每天换，本来就厘米啊，每天换4-5千个，每天换4-5千个，我乱讲。快点，要打快点。哇，看一下，哇，这个箱子是要给台哥的吗？对，请问这箱子里面有什么呢？车轮轮径的量具。工具。好，我们现在去量测车轮。你是受机车长荼毒太严重。报告，现在我们要通过轨道，我们必须要左右先看。左边 OLED， 右边 OLED， 右边 OLED， 通过。通过。我跟你讲，这是 OK 的。光拍的清楚之后，我才看得到。我觉得你在今天的拍摄之内，你的豆子都破掉。你豆子很明显吗？
有没有遮豆斑啊？什么叫遮豆斑？遮斑豆。我帮你贴一个 OK 绷，把鼻孔这边这样整个这样遮住。开始，不要再讲这些有的没的。好，现在要来检修车轮。就这个就是车轮的，不是？这个、对，这是车轴。这么小一个，这是车轴。OK， 然后这是车轮，这个是它的碟片。那现在这个碟片的话，是出到哪一张？现在蔡健雅的也有。对。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啊，我们现在要检查的是这个箱子，这个车轮。那我们要检查的是它的厚度，它的那它的规定的宽度是要多少？它整个车轮的一圈的车轮的直径要770。小的这个东西大家看一下，这个量测仪好不好？这个我们要量。它车轮后面它有一个轮圆，它是贴轨道的，然后它是电子在转的那个辅助。它这边有一个基准面，对，这个也是基准面。是。那我们这个基准面就是直接。贴在上面，这边它有一个像游标卡尺的东西，然后我们就去量它的厚度，然后要确定基准面都可以了，才可以开始手工去量车。所以你每一个车轮都要去量？对，一列车有48个车轮。我靠！我们现在上面它这个数字，它这边有一个白线，白线下来它对在大概31的位置，2.7公分以内这个就不合格，就是要换轮子。那整个。铁轮就拿着，对了，就报废了。对，啊，就让我请问一下，以你的下，以你的下，今天像他现在3.1嘛，对，他还可以活多久？3年，还可以活这么久、啊？他原来出来的时候是多宽？出来的时候是32，所以他有没有什么跟我们汽车一样前后轮对调的这件事情？其实有，我们电联车它有分有动力的车，对，跟没有动力的车。那有动力的车，它的就磨损快。他一个问的问题，其实真的很屌。捷运是几轮驱动？很多，其实很多很多是。我们有4个车厢是动的，16种，16种。哦，说。那学长，等一下，等你教完台哥那个大的测量仪器之后，我们再让台哥试坐。大的测，来，来，哦，这是大的。我们这个量车轮的直径，我们要去测一下。可以钻到捷运底下的人不多哎、欸，除了成龙之外，应该很少哦。所以我们在进去的时候都是用这种武大郎的走法。对，那请问，比方说一个板车，这样可以撸久一点？有啊，有啊，有啊，这样过来。那我为什么不去拿车？这样我觉得你这样需要拉根绳子拉我。我觉得应该是一男一女来修会感觉。我也希望。好，那我们今天来量，我们来量这一颗轮子，看它有多大。其实它这样数值就出来，这个大概812mm， 77到85公分。好，那我现在我来实际测量。好。It's so easy to see.That you're in love with me. Carve your name next to mine. 我看不太清楚的时候，所以会不会说是在量测的时候都是两人一组？不会，我们都是一个人量。啊，我想到一个方法，我的手机。Big old tree, it's how you want it to be. 答案。Bring me things from the store. 所以老花眼。我们可以克服老的障碍，所以其实这个工作啊，你看这个检测好像蛮无聊，就让你看一下。你看学长刚刚多严谨，它是0.1厘米的单位，还是我们以后做成耐米，好不好？这就是测量车。好，大哥 ，OK， check it out。Yeah， check it out， yes， check it out。Cause I do the same for you, just like I'm supposed to do. I'm yours, you're mine.一杯好的咖啡一定要有好的研磨机，一条安全的轨道一定要有一个好的研磨机，才能够把轨道整得平平整整，把每个旅客安安全全的送回家。所以我们现在，大哥你要来卖这台遥控器对了，好不好？这个就是呢，我们这个轨道啊要平整，全部靠它每天要一段一段的去研磨。现在这个景啊，看起来已经跟大众对捷运公司的认知，他已经完全不知道，不知道哪里。因为你每天都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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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哎呦，哎呦，哎呦，然后就上车了，然后下车了。还有，等下就有一个学长哦，这个机会很难得，教你怎么研磨铁轨。研磨，这学长不得了，刚刚荣升技术师，哎呦不得了。我们欢迎曹学长。
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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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等一下我们要在您的这个指挥之下来使用这个魔鬼车。对，那这两边这几个都是魔鬼车？没有，只有这一台是魔鬼车。只有这一台是魔鬼车。对，那隔壁的那个又是什么呢？隔壁是检查车。检查车，对，哦，悉尼就是要吸附那旁边那些脏东西，水沟、隧道遇到泥，是一挤进水沟淤泥。那您说那台车是什么？是探伤车。探伤车是什么意思？它是检查钢轨，就是钢轨生病了，他过去说，哎，哎，怎么画皮安乱？哎，怎样？现在我就准备跟我们曹局长一起出动，魔鬼去 ，check it out。Every season, till the end of the world. Every moment, all the memories unfurled. I was chasing the shadows. They were slipping right out of my head. But I lingered. Now I know where I stand. Call it a man. What's that, man?摩擦摩擦观众为你介绍宇智波鼬，宇智波鼬谁？他跟你对镜头说：“佐助，下次再教你。”佐助，下次再教你。很屌。你知道宇智波鼬吗？就不知道。他想很久了，他想很久了。我们讲回正的，你们刚刚那个画面我觉得很珍贵，我从来没看过哎。对啊，我也没看过。而且你看，他这个粉尘，你不要看到，他真的都沾染在这身上。如果没有的话，他其实很多粉尘，他真的会从皮肤透进去。听过。我们还有要体验的，半夜还要去这。我们现在大概是整个拍摄的40%。过来一下。哎，他带我。差不多快11点了，请问我现在在的这个谷叫什么谷？目前是在大修谷。大修谷，所以我现在等下要出去大修。哎，对，是的，换鬼的工作。我早上已经去清过车子，我现在要去换鬼。你每天晚上都做这件事？是。所以不好意思，所以我们今天先来分配一下工作哈。今天换那个大平民到机章的 TV， 那个劳务要麻烦辉龙一下，来跟你今天就是跟着那个辉龙。对。啊，那个缆线部分就东宁跟那个。好，那我们等一下就。十八，我要去找我的学长，回龙报道。
员，哎，请问一下，您是负责什么样的职位？带我们的临时的劳务人员协助我们大丘谷的那个器具搬运的工作，现在下去做那个检查，一起下去去看一下。对 对，那到时候您再分配我。好，好，没问题，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等一下要去做一个叫做道叉，也就是说道路的交叉那个转换器，才可以去做那个的维修跟更换。我不知道它算不算是史上第一次给人家拍。不是 HYOUTUBE， 搜寻捷运换轨就可以找到很多影片哦。呜呜呜呜呜呜！电玩节目我敢肯定绝对是史上头一次。电玩应该没有，绝对是没有。他们现在开始准备，就是要出发，因为最后一班大概是12点收班嘛。所以我们还在等，他们现在准备就是全部的工具啊什么，等一下还有一些新鲜任务，他稍微先分配了一下，等一下我还要跟着我的回龙学长一起，这样子对。现在我们刚准备要发车了。对对对对。那请问一下，我们到目的地大概要多久的时间？50分钟左右。哎，咱们可以过站不停。可以过站不停，可是速度不会太快。哎，很爽。坐捷运可以过站不停，然后直接从北投的机场坐到大坪林。大坪林对，爽。Check it out， yes， OK， 大坪林出发。开大门了，大家厉害了！我们现在从这个大门就要开出去，然后从北投的机场呢，我们要往大坪林的机场走。请问贵学长，这个画面有任何一个节目来拍过吗？没有，他们不清楚，但他们觉得大概可能大概没有，觉得应该没有。这次看到司机员是坐着横着的，像螃蟹一样开出去。过站了，永清了，过站了。没有北投啊，学长说这个营运路线走的是一样，是营运路线哦。哎，北投永清，北投到民生，北投在北投外侧。哎，这个过站不停。老人家兴奋的点总是很怪。但是我看现在因为现场很忙，我也不敢插进他们的位置里面。对，
因为我觉得我还蛮硬的。真的，刚刚本来想开玩笑说叫台哥混进去装忙，后来想说不要好了，因为人家可能在过的时候撞到他会生气。他想说叫人，你刚刚说什么小了？啊！小了。你知道啊？然后刚好摸到那个现在我们在做的事情呢、啊，就是轨道的那个倒插、啊。你稍比一下，对，所以车这样开过来，往这里或往这里的时候，就一直撞到这里。我们现在就在换这个，对，我们把这个两个地方的轨道全部切掉，然后换一段新的轨道，再熔接以后，然后最后再把它磨平。但是因为这个工程是很专业，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参与。虽然你刚刚那个螺丝钉啊，对这个捷运工程来说，只有进到可能一万分之一的力量，但问题是，你真的修过捷运，而且我参与过换轨道的工作，不得了，不得了。OK， 谢谢大家。Pull down your pants. I know it hurts. Kicked out on the first day of your new job. I know it hurts so bad. Let it go, let it go. You'll be better off without our breaks. Let it go, let it go. You'll be better off without our breaks. We don't care if you know, we will never let you go.现在即将要开始受训，变成一位电联车的驾驶员了。等一下呢，听说他们这边就是用几乎跟实体一比一一模一样的驾驶舱。当然是要一比一啊！飞机的驾驶舱只是长得像而已，它不是真的放一台飞机让你坐在里面开、啊，它这里几乎是放一台车在那边让你坐在里面开、啊。哦，那倒也是。那我马上就介绍一个，听说是一个很资深的学长。欢迎陈学长。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瞧到这么有心，您开这个电联车已经十多年。是啊，我已经进来台北捷运公司十八年，哎，这个捷运已经十八年了，捷运有十八年了吗？超过20年，超过20年，今年才刚满20年。哦，那我这样想起来了，回想到我那个年代，还有那个中华商场的年代。中华商场是什么？中华商场你知道吗？点心世界你吃过没有？我们这个世代只知道中华商场。好，然后那是铁路地下化以后。爷爷对不起，年代真的太久远，没有共鸣，不要再继续讲了。十八年的资历。
我想请问一下，这样子的一位司机员，他的薪资是多少？他说了四个字，真的很少，真的很少。好，那就到今天，谢谢大家。那你有没有这个看到，或者说是听到有发生什么样的紧急状况？所以不希望遇到，就像是像前几天高铁人员不小心跌落，然后脚受严重，就不希望他发生。那个你意外问的太笼统了，你要问具体一点。电车痴汉发生过几次？还没有耳闻过了，还没有耳闻过了、真的、欸？学长，你现在是不是要直接带台哥去体验一下？好啊，那我们就直接来去开始模拟器里面做一下模拟驾驶。好了，现在呢，我要来实际操作一下。在你操作之前，决定先请你带来一首老司机之歌。老司机在载我，我要去买菜。这歌还不错，来。基本上我们在正常在操作的时候，我们都是以全自动驾驶。是，这时候你只要按下那个全自动启动，它自己会开，然后自己会停。哎，是，好，就会开车了。好的。因为这一站我就很眼熟，朱威刚出吧。朱威刚出吧，我是朱威。到我们家了，出发。好熟悉的声音哦，模拟的好像哦。哎呦，哎，车也会有左右晃动哎。他老人家头晕，对不对？是我头晕吗？吓死我！我以为他是你的配合，可能是因为比较3D 的关系，可能视觉上。他经过关渡大桥了，关刀了。老人家话题总是转得很快。竹围到了，我要这样拿起电话筒，竹围关刀了。现在到了关渡，现在已经到关渡。到关渡了。对，现在我们竹围出来了，你先停好喽。这个时候，您可以把那个 ATO 停车按下去，红色按下去。哦，那我就要过去看。来，把门打开。可以站出去，完全站出去。看什么东西？我在看灯哎。像现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没有人了嘛？没有人要上车，你就可以按下关门。按关门了。按关下面那一颗。哎、欸。还没。你要把这个门关起来。我来了。再把绿色那个灯按下去。对。红的不管它。对。他就继续前往下一个车站，所以每一个动作到站，司机员都要走过去看。对，其实我们平常在做这件事，没有注意到司机员，可能刚好您没有，都在忙着赶车，对，都没注意到，是眼睛都要看着前面的轨道。这个时候，突然有点状况，出不了速度嘛？对，这个时候要处理了。司机员就要开始处理，就要把讯息回报到行控中心去。是，行控中心，请注意，台资员报告，目前是在中义到中义站位是，然后发生一件状况。这时候您回报之后，行控中心就会开始下指令给您，是，这时候请您改成全手动，所以我要把这边转到全手动，对，转到全手动。这个时候用这个，对，操纵杆 power 开始往上推，低于速度25，对，低于什么？25。这时候请您慢速前进。跟我控制还不错，用手机。这么厉害哦！现在快要进站了。对，好，这个时候请停车，先停车。好，这时候跟行控中心讲，是，行控中心会在驾驶室，请您用半自动模式。好，这时候请您停妥中义站。我一看到绿灯，这个绿灯一亮，我就要立刻按刹车，对不对？对，所以你的速度不能太快。过头了。呀，要一亮就要下。对，一下的时候车子你就要刚好停在它的正上方，车子才会刚好在我们的月台上。对，这样差了多少？1公尺吧。1公尺。我靠，真的不容易。我觉得捷运的系统设计的非常好，极度的安全。是 ，OK， 我现在正式再开一次，还要再开？因为我先开上去，那我想开到大坪。不用，我们先走，有人来这边你自己开。我也觉得当司机员很好。
小姐，你有事吗？啊，有事啊！痴汉，好，不要跑，我来。所以你知道大家为什么讨厌你了吗？啊！痴汉，滚！来看 ，OK，OK、OK, OK、了，来来来，谢谢，这一看没有问题 ，OK，、欸、来收工，哎、欸，撤退，来 ，OK， 可以了，哎、欸欸，还没开始演呢、啊，没有没有了，杨谢谢，杨杨杨可以走了，谢谢。哎、欸，我突然发现。就这样啊！马上！我现在已经是一位储备司机员，就是说我还没有成为正式的司机员，但是我的衣着外表已经具备了司机员的这种端庄的形象。那你这个照片，你为什么要选一个这么多元的一张照片？没有。这不是我挑的，是捷运区。这是我挑的，你挑的吗？对。啊！我量一量，我量一量，哇！耍得不错哎，哇，耍得不错，耍得不错。我跟你讲哦，捷运司机员不是开玩笑，最贴近民众，每天在市区里面穿梭。那我跟你讲，这一段呢，有一位，而且怎么样？司机员不限年龄，只要你的眼睛、体力、精神、形象。学科、数科全部都通过，就可以担任。那你 OK 就对了。当然 OK。但他不可能不限年龄啊！你今天如果90岁，他才不会让你考。75岁驾照就要缴回去，在讲什么？依据交通部规定，年龄75岁以上需缴回驾照，并重新考照考试，需一次通过，不得补考驾照，为期2年。好了，那我就请一位很专业的学姐进来，她姓许，许学姐。许学姐，欢迎许学姐。学姐，学长。我刚刚讲的，你在外面听到的，是不是觉得很非常？光言谈当中就非常符合这个条件。最忙碌的时候，我相信是那个跨年那个时候。跨年那个时候是不是相当恐怖啊？人多到爆炸。体验看看。有吗？有这种没有吧？哎，哎呦，应该没有吧？您从加入捷运这个工作以后，再也没有跟朋友、同学、家人跨过年。一个捷运的司机员，也就是捷运的员工，要牺牲掉跟家人一起跨年，才能够来当司机。希望今年 Eric 不要连我们的。不要不要，因为我已经没有几个年可以跨了。喂喂喂，那学姐，接下来他的工作第一步要怎么做？做什么？他忘了他的任务卡。任务卡是吧？哦啊，坐，任务卡。哦，哎哎。好了，大哥，那就切给他了。那我们就切给他开始了。好的，上车。现在准备要把所有的电力系统在车里面把它开动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接下来我们要做车下的巡检，但是在车下巡检的话，首先我们要先把两侧车门都打开。两侧打开 ，OK。那你可以帮忙按一下这边的开门。按一下这边的开门，开门的话开门不得了。下面这个我要开门了，芝麻开门。下车巡视。
工程人员，没有他们每天这样细心的照顾这个轨道，我们也不可能每天有这么安全的捷运可以做，对不对？真的很感动，真的很感谢。那个眼神有点一线天，是不是？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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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最主要是怎么样？最主要是他们没有休假的，除夕他们也要继续工作。很多交通运输的这些工作的朋友，他们都没有办法回家过年。对，没有办法回家过年。大家放假的时候就是他们忙碌的时候。就是啊，我们你再把可以再把它缩小一点。我们睡觉的时候就他们忙碌的时候。就是对，哎，他们应该是无时无刻忙碌的。对，对不对？因为我们只是搭个捷运回家了，他还要保养。对。然后春节期间你做不做，他都还要继续开。对。是不是？你放假他也没放假。经常是。对啊。老婆阵痛的时候，他还在工作。然后小孩上小学第一天，他也在工作，大学他也在工作，都这样。而且我觉得我们捷运的服务啊，真的是太好，对于这个乘客啊，可以说是无微不至。有些时候我们的这些乘客、啊、真的要知福惜福，不要在那边车站大小声，真的是讨厌。现在不会啦，我觉得台湾台、还是有一些人、蛮有水准的，很少很少。台哥，你应该坐过很多国家的地铁，对不对？哎，你觉得台湾是怎么样？算排第几？算数一数二，前三应该有。对，比方说数一应该是日本。你觉得日本？哎，可是我觉得台湾因为日本是铁道跟捷运不分的、混在一起。它是混在一起，它就是连起来，就是都不分，所以他们 Tokyo Metro 跟还是一样，日本吉卡铁子也是一样，所以他们的交通网络联系的太好了，就是这样。但因为我们捷运其实真的服务，尤其是北捷，我觉得服务真的是很好，然后。各个方面，我觉得跟学长他们接触，我觉得他们对于旅客的服务真的无微不至。然后我其实也有看到有人在捷运里面大小声，也是有。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人，这我觉得这样的人真的很鸟，真的是鸟人。没有关系，我觉得会有这种鸟，绝对少数。对啊，他乱丢垃圾、啊。我们那时候对，然后看到垃圾塞在那个角落里面，对啊、你怎么不塞在你妈裤裆里？哎哎哎，我觉得是台哥大过年的，台哥如果大过年抱怨骂人，一整年都是这种情绪。那我也不能称赞他，哎，你真的塞得太好了。其实你塞的位置啊，应该再塞远一点，我们这样更不好找。塞进垃圾桶里。哎，你不塞垃圾桶里没事儿，好吧？你随便塞，好吧？好啦，对对，我以前我小时候，我家里人都跟我讲说，除夕跟初一做什么事，你这一整年就会这样。我们要笑开心一点。没有，我跟你讲，我真的每一年，我光看到这些鸟事。你现在如果转头亲一下杨洋，会不会你这一整年就幸福快乐？但你有可能就葬身今晚。所以哦，不要不要不要，我就到了，来来喽，我来哦。先不要先不要，先不要这样。好了，一下抱我也可以。那我不来了。生女的 no， 好吧，那我们婴儿抱也婴儿抱，不管了。阿公阿公那样抱你，那我来了。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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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行。好啦，好，那 anyway 还是要在这边呢，祝福大家新的一年，好不好？不要生气，新春如意啊，没错啊。那我们现在新的一年，希望大家都顺顺利利、嗯，吉祥平安，这是最重要。嗯，跟家人因为平安是福嘛，对不对？还希望你看为什么每一年我们都要求国泰民安啊？对啊，为什么不是？为什么不是长荣民安，都是求国泰民安？哎，我们有时候也想求利荣平安，中华民安也偶尔会有日中华中华民安很好，中华就是所有的。中华圈的人，大家都对对对对对对，好不好？就是这样。我讲住什么？住太多了，住太多了。今天好像结束有点早，可是没关系。大家想因为大家这个时候嘛，十点多也要打个麻将，是不是嘛？谁直播？谁除夕想看直播？对不对？谁要看直播嘛？谁有嘛？没有嘛？没有用嘛？对吧？对不对？啊，但还好，今天还有温央两个人的画面，够义气。如果今天只有我一个人画面，你们会看我真的是随便。会啦，会啦，会关心一下那个独居的。还是会、啊。不是，独居老师。他被那个打掉，好可怜哦。先把他拔掉好了。哎，你不要再打了呀。
这样停一下也可以。这样也算有听到，好不好？祝福大家啦，好不好？新的一年大家顺顺利利啊，恭喜发财！好，谢谢谢谢。OK， 回来就是明年见啦。回来是什么你知道吗？回来是木曜见面会。对，木曜见面会，对。回来3月3号。3月3号木曜见面会，好不好？敬请期待。敬请期待哦！你们人生唯一第一次近距离看到台哥的机会啊，好不好？再下一次就是看国葬的时候。喂，过年了，呸！童言无忌，童言无忌。希望那个巨星可以永远陪着我们，好不好？好不好？谢谢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恭喜恭喜！拜拜。